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你如果不想我在这儿，我现在就回去，你不要不开心。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是因为慧妍吗？在你眼里，我跟他是同一个人，是吗？不是，说实话，你们是同一个人，但也不是同一个人。虽然很难理解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自始至终一直爱的就是你一个人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会喜欢我。但是我唯一明白的是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贺兰静婷，我喜欢上你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很不公平啊！如果说我跟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我跟你应该一起拥有几百年的记忆。可是只有你有，我没有，不公平。不是这样，皮皮。如果说我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就更不公平了。你跟他们相处了那么多年，那我呢？才认识了多久？才几个月。在你心里，我能比得过他们吗？能吗？我不奢求你只喜欢我一个人，我只想拥有我自己的回忆，拥有我跟你，我们两个人自己的回忆，你知道吗？你先听我说完。嫁给我吧。关皮皮，嫁给我好吗？